第六次参加，我已经打了五次。然后我觉得最特别应该就是比赛前选边选接发球的时候，本来一开始都是用纸筒板来选，这边是用那种就是刮杯，所以就还蛮特别的。他们也问我说啊，这怎么红色跟金色来选？其实跟纸筒板是一样的道理，就是会跟他们解释说，这个是就是你要去问神明的时候，要就是一个正一个反才能就是才能问嘛。蛮特别，真的蛮特别，因为完全全世界没有人用宗教仪式来进入这个赛事，那大家可以来都来看看了，对啊。这一次改到内湖球场，对我来说优势比较大，台大的地垫不是很适应，那个球的弹跳比较低，感觉对我比较没有力，因为手长脚长。就是很高兴有一个等于说最高等级的挑战赛在台湾嘛，然后让国外选手来台湾，然后见识到这个文化，我觉得就是一举两得啦。我是拢最爱来台湾比赛，是伫只啊 fans 拢会当看我拍，感觉真好。咱台湾今年两个大比赛，所以啊回来较侪人会当看我拍，所以我感觉真好。不管怎么样都会回来参加这个比赛，因为这真的很难遇到这种比赛，然后又能在家乡就是秀场给观众看啊，那当然我们每年都是非常期待这个时刻。